一不去可怜任何人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二不轻易帮助别人。现在这个社会好人难当，三心狠冷血，阴险狡诈，不感情用事才能干大事，死在苦在伤也要让他烂在肚子里。说了没人会同情你，只会听到更多的冷嘲热讽。我不去做一个人人都可以捏的红柿子，要做一个浑身长满了硬刺的刺猬，谁捏就扎谁，狠狠的扎。六，不要过任人摆布的那种生活，要过把别人玩弄于手掌心之中的生活。七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没理也要找歪理，这里歪理能用得上的就是天理。八，小事要忍，大事要狠，且不要轻易相信别人，往往你最信任的人也就是对你最危险最可能出卖你的人，是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十一，不要用武力解决问题，要用你的大脑你的智慧。十二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女子有泪也不乱流。十三，想哭了晚上趴在被窝里爱怎么哭怎么哭，白天工作依然面带微笑。十四，山头有政策我们就要想对策。十五，走自己的路，不要听别人怎么说，只当他们在放屁。十六，人活就要活得精彩，活得有意义，活出个样子来，让那些曾经瞧不起你的人现在对你刮目相看。如果被人瞧不起还没有上进心，活得很窝囊，还不如买块豆腐撞死算了。十七，俗话说人不为天诛地灭，对自己没利利益的闲事最好少管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要把自己弄得头晕脑胀。十八，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，这才是生活。当您读完本篇文章时，你有两种选择。一，你可将一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，将它转发出去，传播一些积极的信息，让世间多一点爱。二，你也可以根本不去理会它，就像你从未看见一样，可能您一个小小的分享动作就可能照亮无数人的命运。人因梦想而伟大，更因行动而成功，你也学习而改变。请把您的爱心传递下去，帮助更多人学习成长，走向成功。感谢您的支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